想控制住，华哥想控制住。华哥着急，华哥捂住了自己的小腹。感觉啥？华哥现在小腹无能为力，无能为力了。华哥的姿势。华哥还有时间，还有时间，没有时间，华哥。翻盘，翻盘。华哥加油！华哥你可以。华哥还有十秒啊！华哥。为什么要捂小腹？华哥十秒。十秒，华哥。理解理解。输了，我输了。十秒，五秒。不是，华哥。好。吴小富对这个游戏是有什么就是更加好的方式吗？没有。说实话，我看到我多年的偶像在我对面这样。不是，我刚也是何老师在我面前这样。哎，有点分神。有点分神。他们两个的动作，何老师是这样的。对。然后华哥是这样的。